洗漱刷牙洗脸，打开电脑放在面前，漫无目的的浏览网页，突然想起一通电话，没有想到竟然是他。他说哎呀你在哪，我来找你吧。稍微干净的衣裳，手里的电话拿起又放。他说他六点来，从三点起充满期待，好像我的春天哦就要。漫无目的的看着天。